那今天玩一个最新的手游《英雄斗神曲》啊，那我刚进来，我们直接带入到玩法的部分。啊，这边有点上阵哦。啊，其实这个手游的玩法很简单啊，可能直接给你们教学一下，而且它有 auto， 这样就可以攻击了。今天上市的手游，然后它是一个回合手游，哦，所以你看这边哦，你就可以，然后叠在一起，然后它有3倍的券，哦，像这样，然后就 ready， 然后这边就会帮你打了。哦，对，你要把它拖上来，哦，这边可以再合，然后点 ready 这样，对啊，那玩法就这样，算是蛮创新的叠加玩法吧。话说怎么那么硬啊？这血量有点 OP 哦。那这边就有三个券，这边有三个券。不能主券就先解两个，然后再叠上去，啊，点雷地，啊，这边可以放大绝啦，哦，是一个全新蛮帅的手游，这样就关卡攻略了，啊，所以他就是有没有，就是这样玩，那这边的玩法，啊，这边你可以管理你的 heroes 啊，像这边呢，你可以进行英雄的升级教学。啊，英雄的升级教学，那这边就继续 story 下去。哎，它还结合挂机的那种感觉哦，就是上面你可以领取这个挂机的奖励，那就继续一之二啦。好，再演示一场给你们看哦。然后你这也可以两倍速，哦，然后阿头这样子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叠人物叠的玩法，有没有？哦，非常有趣哦。最后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的啦，反正就是有三回合嘛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攻击啦。然后一样哦，聊天室。哦，所以该有的功能都有。啊！别攻击那个了。一个人的就让他上去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说错了。好像这样。然后有些可以留着给下一次，看有没有大绝机会。我还蛮耐玩的。一个还没有大绝的这样。我剩两发，一直挂。大绝招啊！那这就是这一次的大绝，每次角色有三个的时候都有他的大绝。那这就是他的玩法。然后看一下你们怎么升底啊！哦，这边你可以继续练成毛利，又是装备的穿戴，然后比较容易不被打死。装备穿戴可以提升战力哦。我这边再绿领一下这些奖，以此类推，这一直弄下去。然后它其实也有手出。哦，所以这游戏的其实它里面的东西算是蛮多的哦。铁巨铺啊，启动次元商店，手出它也有啊。哦，该有的都有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，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做一个，角色的升级，像这边，就刚才有跟你们讲怎么升级嘛。然后前期因为资源比较多，你就可以先练。
那主要看你要先练哪一只，随便你啊。能三只到 A 吗？也是可以，前提你们可以先他们都上三十，之后主线会比较好弄啊。然后刚才那个跟你们讲了，装备的穿戴。好可爱呀、啊！我这边有自动背带啊。那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哪一类的套装，像这一只应该是攻击吧。嗯，嘘嘘。